那我先说。没有。不用先说。这是什么东西做的？这么臭啊！猪皮。猪皮！哎，干嘛呀？我好好兔子都给弄花了。拿来，给你改两笔。 嗯，笔。嗯。九云大人，嗯，你怎么画什么东西都像小川啊，连个兔子都不放过。是吧？既然这么像川儿了，那我们再给他左手上加个铃铛。嗯，右手再加个白虎，嘴上呢再挂一个糖醋酥肉。哎，你们就放过兔子的。哎。 这兔子可是给小白的，你可不能拿。小白，接着。哎，给我！又杠上了，就不给。傅九云，你给我。小白，接着。小白，你别跟他闹。给我！哎。